香菜哦，你是反香菜党。如果你看到蟑螂的话，你会淡开？你敢拍死它吗？哦，我其他车就走开。你对自己画风的评价是什么？是你美术课分不高吧？你还会看故事会吗？怎么有肉人这些东西？学生时代没有那么受欢迎是真的吗？这问题是提前晚最难的问题。这些最严的问题还有多少？